光，若非一番盘彻骨，哪儿的梅花扑鼻香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人生死相许。看人间多少故事，醉销魂，梅花三弄。之后，我是一位格格，这儿原来是我的家，而这里的人原来都是我的亲人，是吗？真的是这样吗？我
该相信这一切吗？肯定是非常混乱的，也许他根本不想见我，也许他再也不要见我了，因为他心里怨恨我。你是看见的，他临走前的那个眼光充满了恨意，看得我不寒而栗。你听着，你必须坚强一点，既然你选择了说出来，你就必须面对他所有的反应，不管你是不是承受得起。你是怪我守不住这个秘密是不是？你是怪我既不能守又不能守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是个母亲啊，我也是个娘。咱们说过山不闻而啼哭，如果我还有一点坚强，那是因为我看不见我听不见了。现在女儿就在我的面前，好弱，我还能守，那是我铁石心肠；倘若我还能守，那是我麻木不仁了。我好了好了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啊，你的心情我还不明了吗？骨肉天性早晚是挡不住的，我想我们三个人都乱了手脚，都需要好好的理理头绪呀。启禀福晋，什么事儿？白姨太要奴才来请示福晋医生，许他出府扫墓。那个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白姨太两眼肿得跟核桃似的，情绪十分激动，而且急着要去，就奴才也不敢多问，请福晋做主吧。叫他去吧，走这一趟，也许他会觉着好过些。你跟湘琪陪着去，小心伺候着，早去早回，别有半点差错，听见了吗？扎。你们到里面去等我。我要跟我爹说几句心里的话，快去啊！是。湘琪，湘琪，湘琪！哎呦，湘琪，这究竟怎么回事嘛？这不过一转眼的功夫，就看你们老的、少的、大的、小的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，这哭得我是一头雾水啊！我才糊涂呢。你双亲有什么心里话，从来都是跟我讲的。多少个晚上，我陪着他偷偷祭拜他爹，他有几时叫我走开过，不许我听的。真不明白，在福晋这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，让他整个人都变了。啊！嗨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是跟福晋怎么了？还是跟秦妈妈怎么了？可是能怎么了呢？这挨骂、吵架、闹别扭，这都不可能啊！感情这么深了，没有道理嘛！而且呢，才刚出事儿，我瞧福晋那股心疼劲啊，活像手中握了只金丝雀，紧着怕捏死，松了怕飞掉。这书有多宝贝就有多宝贝啊！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真是的。爹，
如果你知道我的身世如此悲惨，你还会告诉我吗？你是不是会带着他长眠于地下，宁可让我一生都做你跟娘的掌上明珠，永远都没有怀疑？你弥留前用你谨慎的清醒意识那么努力的表达，你真的那么迫切盼望我能落叶归根，对不对？那么是你冥冥之中在牵引浩真来救我的吗？我的姻缘，我的入腹，还有我与福晋的一见如故，莫非都是在为今日而铺路？你希望我与他相认吗？我应该与他相认吗？我好矛盾，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把福晋当成母亲一般的尊敬，一般的热爱。现在告诉我，他其实就是我的生母，我应该欢喜若狂的，不是吗？可是想当年，他视我为灾难，遗弃了我，而你们却视我如珍宝，爱如己出。如果我认了他，那我会不会对不起在地下的你们呢？相认，我于心不安；不相认，我为什么又觉得于心不忍呢？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好？爹，娘，为什么你们要去得这么早呢？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，真的是无所适从啊。李双姐，你看，以前住小屋就在前面，咱们亲手种的菜园子还在呢。有人一直在照顾着，应该是常妈吧？嘿呀，肯定是，张月婆，我小扣子啊，张月婆，我小扣子啊，小婆啊，小扣子哎，嘿，常妈，还有咱们呢，啊，你是谁？相亲。什么小哥？你瞧。你这肩呐，我给你保留的好好的。还有呢，贝勒爷、小扣子、阿克丹的屋子，哎呦，我通通都照着原来的样。我就想啊，哎，指不定哪一天呢，你们一心血来潮就回来瞧瞧嘛。我常常想回来的，只是身不由己哦。是，我知道，现在的身份不比以前了。你瞧哦，大半年不见呐，整个这人都不一样了，完全是个富贵少奶奶的气派嘛。哎，湘琪啊，你看，你个儿也长高了，人也标致了啊。哎，贝勒爷好吗？怎么没跟你一块儿来呢？贝勒爷那护驾狩猎去了，远在承德。哦，哎呦，今儿个。我简直太意外了，也太开心了。你们知道，我一直在念着你们呢。好不容易咱们今儿个见了面了，哎呦，可是我这一肚子话，我就不知道先挑出哪句话来说。不如啊，留下来吃晚饭，行不行？哎呦，行了。你看，现在天色已经晚了，就是赶回去，八成也来不及了。
就留下吃吧，难得出来一趟，别急着走嘛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哎呦，这才是嘛，那我就忙去了啊。哎，粗茶淡饭，你们可别嫌弃啊。我可怀念得起呢。那我就去忙去了。我来帮忙。我来生火。侯门已入深似海，当初若是留在这儿，是不是就没有今日的烦恼重重，身心俱疲了？这儿收藏的是我一生中最快乐、最美好的回忆。浩真，此时此刻，我真的好想、好想你啊！我将我心交给你，不留遗憾给自己，活在荒野中无言。才能铸成这段情，我将我身当作你，就能天天在一起。拼不过黑暗就要安息，谁陪我演完这场戏？是，然后我好像很疲倦，整个人像虚脱了似的。哎，对了，做法的结果怎么样啊？我看见云霜浑身都是血，恐怖极了。后来呢？啊，他有没有现形？有没有啊？啊！哎呀，甭提了，咱们让那道士给摆了道了。还说什么现原形呢？瞧他舞弄了个半天，又是香灰啊，又是狗血，又是符咒的，全部都用尽了。结果呢，那白衣太好端端的站在那儿，啥事儿也没有啊。那道士就托辞说斗不过他，一溜烟的就跑了，丢下这个烂摊子让我来收拾。您没瞧见，夫君气成什么样子？他匆匆忙忙的带走了人，然后落下句话，说回头再找我来算账。我。
这一回，我怕真是逃不过了。真的没有让他现形吗？可是一场法事做下来，我觉得我舒服多了，胸口也不闷了，头也不疼了，怎么会不灵呢？灵的，灵的，灵的！原来我都快不行了，这你们是知道的呀。是道长救了我，如果他没有跟我化解一下的话，我怎么还能起得来呢？说不定早就一命呜呼了。他真的救了我，真的救了我，真的真的。当真这么有效？公主真的觉得好多了吗？是啊是啊，不信你摸摸看，我真的觉得已经退烧了。哎，你试试看，试试看呀。哎，真的哎，的确是退烧了。也许那道士并没说谎，他的确也是斗不过白衣太，所以没能让他现出弧形。不过也伤了他不少元气，所以他的法力自然减弱，这样公主的病情才会这么快的好转呢。对对对，小鱼说的对，有道理。奴才还听说呀，白衣太这个下午突然匆匆忙忙的出府去了，看见人都说他脸色苍白憔悴，活像病了似的，这就很奇怪了。白衣太从来不曾出过府，怎么偏偏在道士做法之后突然破例了呢？是是是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吗？哎，你知道什么？快告诉我呀！有人说他是急于回到山野森林里去。他是狐狸吗？原来就属于那儿，而且他必须回到他原来修炼的地方，然后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把他耗损的元气给补我回来呀。这么说，我的结束还没完呢。等他恢复元气，只怕要用更厉害的手段来报仇了。没事，那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办呢？我想起来呢。道长不是给了很多符咒吗？啊，在哪儿呢？快去找来，快去找来呀！有个找来。不急不急不急，上来。娘吗？来来来，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。啊啊，来。还好还好，道长说这些符咒这是用来驱鬼辟邪的。来来来，把枕头给我贴上啊！快点，趁他们复原以前，我先下手围墙。这么多符咒，总可以镇宅平安，邪祟又进不了我的身了。啊，好，快贴。好，咱们贴。小姑娘，快去快去快去。我说崔妈妈，这狐仙之说你究竟是信是不信？这么一路下来，也不由得我不信了。且不管小玉说的那一套吧，就拿福晋来说，这一整天里他只顾着白衣太，岂不令人费解？就算他不来找我算账好了，也总该来探视一下公主吧。哎，看起来这王府上上下下，现在只有你才是个明白人。我也真叫福晋给弄糊涂了，他袒护银霜已经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，却如此冷落怠慢的公主，实非王府之福。可是我是急在心里头，却不知道应该如何是好。你真的也是这么想法？那公主就有救了？这什么意思？先前福晋禁止公主出府，这你是在场耳闻目睹的。现在经过道士这么一闹，福晋更是三令五申，凡是公主身边的人一概都不许出府了。是吗？真有这回事？嗯。再让他这么专断独行下去，王府迟早要出大乱子。所以你现在应该赶快进宫去觐见皇后，把这儿的情形、公主的遭遇一五一十的告诉皇后，由皇后来定夺。这我……哎呀，这事非你不行了。你看看，现在咱们公主院里这一干人等已经是形同软禁了，得接下去。我实在不敢想象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侧福晋，我求求你，明儿个你就去觐见皇后，这不仅仅是救公主，
也是救整个王府啊。好，我去见皇后，我明日就进宫去见皇后。担心的不得了呢，福晋可别生气，因为呢扫完墓，顺道经过以前住的那栋小屋，这白姨太想去瞧瞧。是啊是啊，常妈她还住在那儿，见了面她非常高兴，怎么样，刘云裳姐吃顿饭，多讲了几句话才耽搁晚了的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走，咱们先出去。我想等浩辰回来以后，说服他，让我搬出王府。啊！我想搬回以前那个小屋去住，过那种恬淡而怡然自得的生活。这你又何必呢？我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，因为这里完全不适合我。入府至今，我从无宁日，与公主势如水火，到现在白狐的谣传纷纭。我实在疲于应付了，再加上一个突如其来的母亲，你无法忍受，也不要承认，所以你要逃走，对吗？如果你不断的要跟我谈论这件事情，我怎能不逃开呢？20年来，我所深深相信的事实，你突然给我完全否决掉，告诉我一个故事，你叫我怎么能去接受？先把你我的感受摆在一边吧，想想看，这个故事只要泄露出去一字半句，你难道不比我更清楚将会引起怎样的一场滔天大祸？你不害怕那后果吗？它会影响王府中的每一个人，尤其是浩真，你要将他置于何地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这后果的严重性，所以当我发现了梅花烙以后，我一直苦苦地压抑自己，克制自己，可是我今天实在是情不自禁了呀。所以呢，显然你已经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，那么与你隔离是势在必行，因为你一时的言行失控，将足以彻底毁了浩真。我必须要防范。不不不不，请你听我说，我固然对你感情强烈，但是我也不至于忘记浩真的安危啊！对我而言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孩子，保护孩子是每一个做母亲的本能，我不会顾此失彼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的情不自禁，是因为我急于付出，我亏欠你的太多了，我愿意倾我所有的来补偿你，而不是预备跟你浩真之间做一个选择呀。你已经做了。20年前，你选择了一个儿子，作为明争暗斗的利器，巩固地位的筹码，而他也让你如愿以偿。那么，与其说亏欠我，不如说你亏欠他吧。当年是情势所逼，假如我不那么做，我可能会失去了一切，连带你的3个姐姐，更遑论你了。偷龙转凤，绝不是一个得意的手段，而是一个女人最深的悲哀。因为我要忍痛割爱于骨肉生离，可是我并没有要放弃你呀、啊，我把你交给了我姐姐。就是你姨妈，她向我保证会做最妥善的安排，让
我觉得摆在眼前的事实是，你给了我生命，给了我梅花烙，然而这20年来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，把我抚养长大的，却是一对善良的夫妇。我始终认作父母的人，我整个人的感情和记忆，无一不与他们息息相关。 记得小时候，在酒楼中卖唱，常有客人盛宴款待，席间有什么好吃的，爹娘舍不得吃，装了一碗，偷空拿到后台来给我吃。每逢过完年，平日里。 他们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，都用来给我做新衣裳、新鞋子，买好吃的、好玩的。可是他们自个儿却舍不得花一毛钱。我要生了病，爹就会背着我跑几里路去看大夫，娘会没日没夜、衣不解带的照顾我。 我无法把他们的爱一一列举。我只想告诉你，就算我不是亲生骨肉，可是他们恪尽父职母职的养育之恩，就如同我的再生父母。假如没有我爹的临终遗言，今天我根本不会想起你所说的一切。 你的意思是，你现在肯相信了，因为你爹临终的遗言，他告诉你说，你并非他亲生的女儿，他是不是这么说的？那你还犹豫什么呢？在你眼前是你的生母，你的亲娘啊！我当然知道，你要表达的是养育之恩何等伟大，我完全的认同。 我也深深的感激你的养父母，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能够再爱你，不能够再照顾你了呀。而我呢，现在这是我的责任，我相信他们在天之灵也会感到非常安慰的。那么，就请你认我吧，哪怕你现在还不能够爱我，但是。 请你让我爱你。不行不行，咱们根本把话题扯远了。我才说要搬出去住，要和你隔离，怎么可能还跟你相认呢？这样对浩真岂不是更危险了吗？ 你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要求呢？假如咱们相认，
你只会对我越来越好，发生越来越多的情不自禁，你还敢说我会顾此失彼吗？我。 我愿你更爱他，不要把爱来分给我。我已经做了20年的白玉霜，如今要我改变，谈何容易？何况现在为了浩辰，我更不要变。我一生只要做他的银霜就够了。请你不要再来逼我，这样最少咱们还是婆媳。否则，连这点情分。 双儿，提笔写这封记不出去的信，我心已碎。不能否认，也不能反驳你所说的话，只有寄情之笔，以诉我的痛苦与无奈。我承认，我既渴望与你相认，又没有把握真的能做到收放自如，不危及浩真。 你跟浩真，就如同我的手心、手背，同样都是我的骨肉。可是造化弄人，使我找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。当我看着你，就想到浩真；看着浩真，又想到你，各有一份心痛。 无休无止的交替着，我想，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惩罚。而我最最不该的是，让你陪着一块来受这种折磨。当初既然能狠，今日就要能忍，我为什么不咬牙忍住呢？连日来，悄悄看着你，打包行李。 坐着搬离王府的准备，隔窗望着你愁眉深锁、郁郁寡欢的模样，我心都在淌血了，满纸辛酸泪，欲欲还休，欲欲还休。 夫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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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事不好！阿珂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回来的不止奴才一个，还有王爷和两位贝勒爷。不得了的是，还有皇上啊！皇上？是啊是啊，皇上就要亲临王府了，所以王爷派阿珂丹现行赶回，通知府中快快准备宫迎圣驾了。啊！哎呦！ 哎呀，福晋有所不知，皇上是接到了皇后派去的信差，说什么公主遭邪祟作祟，久病不愈，情况堪虞。皇上一急之下，命王爷马不停蹄地赶回来，要亲自一探究竟啊！皇后派的信差，这是？
怎么会传到皇后那儿去了呢？公主身边的人都严禁出府，难道有漏网之鱼？哎呀，快别研究这个了，圣驾转眼就到，再不准备可就真的来不及了。这，好好好，你先叫马总管带人布置起来，在大厅接驾。你们分头去通知公主、侧福晋还有银霜，尽快的拾掇拾掇，盛装接驾。赵。竟是哪个？臣妾偏偏听候皇上旨意。嗯，好，多亏有你通风报信，否则公主的委屈，朕可是完全被蒙在鼓里。臣妾责无旁贷。好一个责无旁贷！一会儿朕要为你这句话好好的奖赏你。臣妾叩谢皇上天恩。起来吧，快带朕去见公主。臣妾遵旨。额娘，额娘，宁霜，哎呀，什么节骨眼还敢耽搁，还跟上去啊！快，宁霜，贝勒爷，走。怎么办？这下我该怎么办才好？额娘，花妈，听说你从承德快马加鞭的赶回来。就是为了来看我，是吗？我真是太感动了，请原谅我没有到大厅接驾，因为我实在不敢跨出这个院子一步。皇上显灵，公主终于有救了，皇上圣灵啊！怎么会弄成这副模样？弄成这副模样，叫朕不忍卒睹了。不成，你立刻随朕回宫去。这个样子，不好好调养怎么行呢？不不不，别叫我回宫，我不想回去。为什么？公主，你不要害怕，圣天子有百神呵护，福大如天。在皇上的庇护之下，你就不用再担心胡怪作祟了。我不是害怕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只要我不出这个院子，我就不怕。当然，我相信花阿妈会保护我的。只是，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回宫呢？浩辰刚远游回来，我不要这时候回去啊。你倒是一颗心全在他的身上，自己的身都不顾了啊！浩真是皇阿妈只给女儿的，女儿应该全心相待。至于我的病，原来有一度是挺危险的，后来为我请了一位道长，为我做法驱邪，总算让我化险为夷。哎，你看这些符咒都是道长给我的。哎，皇妈，你来看，来看呢，快来看呢！我把里里外外都贴满了符咒，我从此再也没有犯病，非常灵验的。也许我气色不太好，不过假以时日，我会慢慢恢复的。哦，还有，最近我一直在专心研究关于聊斋志异的事，这里头写的全是关于妖狐鬼怪，无奇不有。他让我知道了。让我知道了许多神奇的故事，这么多的故事，总会让我学习到该怎样应付，是不是？
担心我，我现在不是很好吗？我不会有事儿的，你就让我留在这儿吧。好吧，朕不忍心勉强你。不过，浩真的那个小妾，朕倒要看看，她究竟是何方神圣。抬起来。是。看朕。善美，滚下去！是。浩真，臣在。朕命你立刻将此女逐出王府，从此恩断义绝，不得再有任何瓜葛。皇上，皇上开恩。永远不会的知己。